再过五分钟，大家的人生就要翻转了。哎呦，难怪会吸引这么多人一直在排队，真的络绎不绝啊！小强苹果，吃苹果了，来了。哦，你看那个李元熙吓到，刚好这个时间点来，就是真的很完美。夕阳已经慢慢落下了，漂亮，很美，很美。旋转桥又打开，旋转桥打开。周日晚间八点，笑脸出发吧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